跟住話：做乜咁慘啊個樣？我唔知啊，好大壓力我翻工。大壓力，咁啊啱啊！等我帶你去一個年輕人又可以飲嘢，又可以食嘢，又可以減壓嘅地方。有啲咁好嘅地方？啊有啊 ，Chapboard。咁快到咗啦？冇錯。OK。两位，好，没问题，麻烦跟我这边请。好，这是我们的菜单，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。这是我们的饮料单，我们最新出的日本气泡果酒，我们目前有四种味道，有葡萄、苹果、桃子，还有草莓。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，有需要可以随时跟我说，谢谢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哇，好多嘢饮，我哋睇下啦。我想睇嘢饮。咁我写嘢啦。咁多嘢食，喂，食到好鮮啦！咁大個，你睇下，哇，真係啊，哇，唔係講笑啊，好香，哇，熱辣辣噶，係啊，食咗佢先啦，點啊點啊點啊，喂，好 juicy 咁喎，好多汁喎，同埋好新鮮咯，我想落去問下佢究竟點樣整。呢度啲生蚝咁新鲜同埋大只，九号小院嘅东哥就教我拣蚝咧。如果两只一样大，咁重身啲嗰只就会多汁啲，啲肉就会饱满啲嘅。九号小院嘅烧生蚝都好有诚意噶，佢哋会分开两次烧，第一次烧底部大约一分钟，唔需要烧熟。开咗盖之后就会落佢哋自制嘅酱汁，之后再烧多两至三分钟。留意佢哋都会落辣椒噶，而辣度系可以自己拣嘅。由於來貨嗰陣已經會將啲生蠔洗乾淨，所以開蓋之後可以直接落啲醬料，咁就可以保持住生蠔嘅原汁原味啦。話時話咧，我想講咧，其實我壓力大啫，我胃口冇咁大嘅喎，你嗌咗咁多嘢食，食唔食得曬噶？咁你唔使驚啦，我叫咗一班 friend 嚟嘅。喂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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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